哇，抓 Q！ 巅峰赛伊安为一诺代打，夏洛特高地四杀了。尽管比赛的时候伊安没有太多的高光，但是打个巅峰赛带飞队友也是常有的事。 BP 阶段三楼预选公孙离，并且报了分数，一诺也没有抢射手的意思，看到队友位置之后给到一诺边路的位置，然后就呼叫伊安双赢一下，互换手机互相代打。双赢双赢，我聊真不知我老婆子已经干了，我老婆子也听梦的呀、啊，我老婆子。我去梦中见。快快过来双赢一下。又对边路了。就一个。刚好剩个边路了。夏洛特的帮你选，夏洛特。看来一诺也觉得易安的夏洛特玩的还是很溜的。进入游戏，时间近两分钟的时候，易安击杀沈梦溪，拿到一血。直接就没了，怎么意思？结算。结算直接一血。时间来到六分钟，对面蓝区团战，易安再拿一个人头。你们交大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差点人头全是我的。九分钟的时候，易安就上演了一波高地四杀。哇，抓 Q！ 我操，乱赢你这个，我操！我是说你明天中午去吃饭。对面经济前三号位的全是0202023的。复活之后，上路越塔击杀张飞。最后拆掉基地的时候再杀一次沈梦溪，战绩8-1结束游戏。这一局可以说是非常轻松。最后易安看到一诺分数很意外，没想到一诺的分这么高，也直接突出了易安夏洛特的实力。这个人哎，你的位置我觉得没发现你们那边那个，你分那么高，他叫成都 DPDP 主然后你开头现在是分类是玩辅助的，辅助是吧？啊，别别、啊，我他妈刚刚说好友那个人的好友，真的，那么嘛，直接乱杀，牛奶郎中都2100分了，以为我没看到是吧？毛，刚是领队。